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4月16日，这是今天上传的第五个啊，这个录播的节目啊。邯郸刚才看到新的报道和评论，一条消息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的哈，讲到卢拉现在态度变了，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啊有所转变。卢拉指控美欧拖延乌克兰战争，令人吃惊。这个现在看来，这个有一些国际舞台上活跃的政要啊，都是什么叫务实外交，说透了就是实用主义者啊。这篇文章讲是巴西总统卢拉周日讲，他和中国还有阿联酋讨论了三国联合调停这个阿富汗战争的事儿。也就是他联合两个国家，中国还有阿联酋，因为他从中国访问走了之后啊，习近平见他，据说给了他几百亿的大单，就给投资哈。那么，然后他就上阿联酋去忽悠去了，在阿联酋讲的话啊，同时批评这个美国等这欧洲七大工业国，说是拖延了这次战争啊，原本战争就可以结束了等等啊，这个事儿使美国老拜登气得蹦高跳，哈，就这件事儿啊。他说，卢拉周六结束了访问中国，来到了阿联酋。他在北京指控美国在鼓励乌克兰战争，在阿联酋，卢拉指控美国和欧洲的拖延战争，继续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不做区分呐。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啊。刚开始这个俄罗斯要侵略乌克兰的时候，美国一直是劝他，一直是希望他就放弃啊。他当时不在边境演习嘛？撒谎，普京不听老拜登的劝呢，还有马克龙，很多人劝普京啊，普京非要执意打这场战争，然后习近平买了他十年的天然气和汽油啊，给了他一个大单，给了一个远程的支票啊，他就开干了。所以这个事儿完全是这个不符合他讲这个事实，他这是歪曲事实。那他为什么转变了啊？这值得研究。这篇文章讲卢拉称，这个战争是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决策挑起。你看，他开始和稀泥了，表面看好像各打五十大板，其实不对啊，他原则上错了，谁侵略谁，这一定是很清晰的哈，这是原则性问题，可不是一般平常左邻右舍聊聊天那两回事啊，吵吵架那两回事。说卢拉对媒体称啊，普京总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战争，泽连斯基总统呢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战争。你看，他就丧失原则了。卢拉话锋一转，矛头对准西方、欧洲和美国，继续支持战争进程，他们必须坐在谈判桌前说一句够了。卢拉表示，他已经向阿联酋总统叫扎耶德、阿勒纳哈扬还有习近平啊提了建议，成立一个多国集团来调解俄乌冲突。就是俄罗斯乌克兰打到今天，双方都觉得有点啊这个捉襟见肘了，力不从心了啊。那么卢拉讲，他说G20就G20国为应对经济危机而组建，现在呢应该组建另外一种形式的G20来终结这场战争，恢复和平啊。你看他现在倒向中共了，这都习近平对他的影响啊。但是卢拉讲，昨天我和阿联酋总统谈论的是战争，我和习近平谈论的是战争，我认为我们正在会晤的是一群宁愿讨论和平而不愿讨论战争的人呐、啊，你可见这个卢拉，这个是多么的这个势力现实哈、啊。卢拉访问中国时受到了习近平隆重对接待款待啊。卢拉访问中国时发表的有关俄乌冲突的言论，以及质疑为什么所有国家都用美元结算交易，批评者看来呢，明显是在迎合北京啊，尤其是不分谁是乌克兰战争的发动者，谁是受害者的立场，更引起了外界的这个愤怒。他可见他已经就是拿到了好物质上好处了，因为习近平给了他生意了哈。这篇文章讲，卢拉口中的乌克兰战争更像是美国发动，他在中国讲必须停止鼓励这场战争，一切从和平开始。他就讲意思，美国支持武器啊和其他工业国，这是支持战争，这个错了啊，原则性的错误。西班牙欧洲通讯社报道，美国政府对罗拉有关华盛顿的言论感到气愤。美国官员说呢，美国没有施压巴西不要发展和中国关系，或者在美中之间选边站，就美国没逼他们选边站啊。说美国官员认为卢拉最有问题的说法是，
华盛顿是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障碍，而中国和俄罗斯则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国家呀。这黑白颠倒了啊！这个卢拉对中国之行很满意，他访问时签了一系列贸易合同，他表示与北京达成了价值相当于100亿美元的协议，100亿美元啊！但是我昨天早上看到一个自媒体讲说比这个多，反正100亿也不少了，对不对？他说卢拉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讲，他常看中国足球联赛，没想到这番话引起了热议，网友调侃。啊，还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意思他就看中国的足球，看到中国足球出丑了。这个巴西，因为巴西球确实好啊。这说明什么？有一些政要那都是很实用，就像那个生活当中遇到有些老板做生意的人啊，只要有生意，就是有奶就是娘啊，那个是确实很可悲的啊。还有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很有意思，是个社会新闻，讲到上海啊有一个进才中学。那个中学教英文，有一个25岁的英语老师，长得挺漂亮的哈。他就和他班级的一个男生是16岁，还未成年呢，好上了。结果呢，说是一个月谈恋爱，开房开高达一个月44次。别人就给他平均一下，说这个小男孩，叫他给累坏了。这一个星期一个月44次，这一天多少次？这个老师，这个女老师幸福死了，说网上发布的内容称男生主动追求这个女老师，说因为这个学生啊是女老师的英语课代表，对她的英文教英文，教英文这小孩英文讲挺好的，男生长得挺漂亮，挺潇洒，老师喜欢的，说本来平时就经常接触，慢慢的朝夕相处，他有了感情，两个人还在一起拍了照片呢，你看这个照片发在网上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就惊叹和羡慕。我要我看这小男生长得一般化啊，小鼻子小眼儿，女生长得倒是挺漂亮啊，挺漂亮。你看这里边还有这个微信的截图都让人家发到网上，挺有意思的哈。那么说男学生怎么发暴露？男学生的爸爸偶然翻看孩子的手机，发现这个惊天的秘密，就非常生气。又是找到这个女老师，警告她以后不要和男孩单独见面，否则要把这个事传到领导那里去。其实这事已经传开了啊。这个我要讲的什么？这里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现在的小孩啊，就是营养状况特别好啊，特别上海生活条件好啊，发育比较早啊，再加上现在信息不分别，就我们的年代，一个是营养不行啊，本来到了很大的年龄了啊，结果还瘦得像猴似的。是吧？更不用说关键部位都不成熟啊，还有个什么思想封闭，毛泽东集权统治啊，把这个爱和性啊什么这种当成罪恶，所以就搞得这个我们都当年稀里糊涂那个度过那个年代了。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如果那个时候就能像他们这样懂事的话，可能我们那时候犯错也不能少，是不是？就问题是什么？他这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也有那未成年保护法。啊，这个小孩是小男孩，还没成年呢，18岁，但其实已经成熟了。我要讲的什么，就是这个提前的啊。那么老师，这个一般是不允许。这在美国的话，加拿大就麻烦了，就犯罪了，而且是大罪呀、啊，就当成性侵了。你看美国的媒体经常报道哈、啊，就是老师和这小孩判了好多。美国这方面是零容忍的，但中国好像这个事当成社会新闻了啊，搞得挺热闹的。这里就讲的这个老师是上海本地人，姓沈，25岁，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2年9月通过应聘进入上海进才中学教英文，还得到了学校组织的教学技能大赛2等奖啊，也就是说他这个是属于就比较优秀的人才哈、啊。我估计根据今天的文章表现，好像没结过婚哈、啊。这一次说这个叫乱伦事件。由男老师的男学生的爸爸发现了，他爸爸也闲着没事，你翻小孩的手机干嘛？就侵犯个人隐私了，是吧？当然他未成年，还有点监护的权利，啊，讲这个事，说是他查看小孩的微信聊天工具，发现竟然和老师俩约会了，开房44次。我想他可能约会见面未必就都有性的事，是没有那么多，但是给小孩累死了，累坏了哈。那么这里也讲的是这个老师啊。这个还挺有能力的，
还写了一本，编写了一本书，和同学一起，同时啊，叫《创新背景下的中学语文教师教案教学心态》啊。你看这个，这里还有一个给老师这个整个这个、都放在网上啊。这个也不知道谁给那个捅到网上了，或许是这里涉及到内斗，就是可能学校内部也有内斗，有些为了恶心他，给这披露了啊。我要讲的什么？这个就是中国和这个美国、加拿大的这个法治环境不一样，这要发生在加拿大和美国就很麻烦了。在中国，估计这个事儿也就批评批评，可能处分处分也就完了啊。其实他这已经违背了国内的法律了。你看这篇文章也讲到了哈。讲到了就国内呀、啊，这个有规定啊，就是未成年的，这属于未成年啊。你看，中国的未成年保护法还有未成年保护的规定，规定明令禁止教职工和校内人员有六项行为啊，比如禁止和学生发生恋爱关系等等等等啊。这一般都是指那些男老师和女学生，他这个是正好倒过来，这个确实比较少见，但在美国就非常多啊，国情都不一样。那么这件事儿说不定也涉及到学校里边的内斗。你要深层次的讲一讲，你谁给这个事儿整到网上？你整到网上干什么？就私下处理完就完了吧，对不对？搞得沸沸扬扬啊！估计这个事儿让习近平知道就麻烦了。怎么麻烦了？习近平正好说了，再不许学英文了啊！你看学英文都不学好啊，停止学英文，以后连中学不能教英文，这就麻烦了，是不是？这是一篇文章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文章，是凤凰网刊登的啊，更有意思。这个你看别人没有看出来啊，这个也可能我牵强附会了，但我认为这是有这个内斗色彩的。他讲什么？说中国的官场有个大佬的简历啊，非常厉害。这是万维网刚刚发表的啊。他说这两天有一位中共官场上的一个资深官员，他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啊，一年一个台阶，在网上火爆。说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人是什么呢？是江西的啊。这个他讲这个人物的简历啊，他是读书的时候是。这个山东啊，他是，山东啊，我刚讲错，山东看错了，山东啊，山东经济学、财政金融系货币专业，啊，他大学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啊，这个人是2002年毕业了，03年，2006年毕业是什么时代？胡温时代，是不是？你看，他就担任济南市这个槐荫区道德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小职员，大学毕业当小职员很正常。咱们那时候大学毕业，很多到机关去，有的当官也没当上啊。结果呢，他根据他的个人简历啊，就是02年到03年是小科员，03年到04年他就主任助理、副科级啊。04年到2006年是共青团济南市槐荫区委主任科员啊。你看他的第一步是副主任科员呢，我当时也挺幸运的啊，因为那个我到了新华社大连支社，他那时候没有编制啊，他暂时给我那编制就放在那个市委办公厅啊，给我个正科级啊，那多早呢？你想那80年代末90年代初91年92年的，你我老家那时候要干的话，好好往上爬，现在也是当官。你看91年92，我就正科级了，大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编制哈、啊。你看他是什么？他一毕业是才是科员完主任副主任科员呢，然后呢，04年到06年他又升了一级是科员，就正科，也就是这个级别正好是当年是我那个级别。我现在想这个事挺有意思。06年、07年他就变成就是办事处的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是副处级了，就一年他一级。你看，到了07到08，他是什么呢？共青团济南市委副书。济南市委副书记、党组成员、正处级的，08年到11年他是处级，啊，副厅了。你看见没？他11年是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副厅。那11年到13年呢，这个济南市市委常委、市中区委书记。13年到15年就是任城区委书记，啊，15年到2020他是政法委书记，完山东地产勘探开发局的副局长。等等等等，你根据这个线索，你看是不是他这上升速度真快呀？
从来不栽跟头，也不就是徘徊在基层，一步一个台阶，就讲这个意思。说太可怕了，这个人。仔细看这大佬的简历，你会发现，80年生人，02年毕业。按照上面的简历来推算，我们知道这位大佬22岁本科出来以后，然后就是副科，24岁正科，26号副处，27岁正处，28岁副厅。毕业6年，连升5级，平均一年升1级，你说厉害不厉害？啊，他就把这个事情罗列在网上了，啊，这个他是这样讲说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来，普通人一般达到副科级的时候都在30岁左右，这个确实上一次级特别不容易，还要请客送礼，是吧？还要行为收尾，而且还要表现好，对不对？还要托人，你看他就不断的往上走哈。他说30岁左右达到正科的话，是35岁，而绝大多数的人是一辈子达不到正初级的级别。就你想到正初是很难的啊，那他怎么上去的？这里就查了他简历，原来什么他的爸爸、他家亲戚、父亲和大伯、二伯、三伯都是什么，都是当官的啊。这里发了很多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截图啊，微信截图啊，就证明他走后门啊，全是拉关系走后门，也就是说他每上一级啊，他家人就给他恭喜他怎么样啊，亲戚朋友就祝贺。说应该已经定了，省厅人事处的刚打了电话给我爸，开完党的会就下文了。谢谢老天，谢谢祖上积德，谢谢爷爷，谢谢家族，等等等等，啊！但是这篇文章绕来绕去，到最后没有讲一个关键的问题，谁把这事儿发到网络上去？你给我讲讲，组织部门吧，习近平的派系在山东省啊，大级共青团派啊，找了这么一个典型。把他给搞抽了，因为什么？没发现他有腐败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没看到有腐败问题，怎么整他？而且习近平也担心呢、啊，他要这个茁壮成长，再过几年，有可能未遂，为李克强啊、胡锦涛翻案，把习近平干下去，把李强他们干下去，所以现在开始挖地三尺了。这都是陈希搞的，保证啊，组织部部长陈希搞的，李干杰。从山东来的嘛，对不对？李干杰山东提拔的，李干杰当了组织部长，陈希贤还没退呢，在背后搞什么？就搞这些动作，也就是呢，挖地三尺要整肃什么共青团派在山东的嫡系，所以把他给整出来了。然后下一步就好挖他爸怎么给人送礼，他怎么给人家也受礼，因为你要给人家升官，你得给人表示表示，对吧？那不像我老姜当年那是工作安排、组织安排，当时没有编制嘛，还召集用人。然后那个大连支社那社长啊，邢立夫，和赵长春他们，还有就王启兴一个，都一块找那个市委书记胡以民，当时一把手啊，他妈给个编制。我当时觉得级别还低一点，现在想我来了不得，我老姜当年呢，到现在我还有那个档案还在那了。啊，后来我到文汇报以后啊，那个档案就我让我放到那个人才交流中心去了哈，因为我离开到港媒了，不太好办。港媒按规定就把那档案应该拿到广东省八办，但是我不是党员，我没有入党哈、啊，就对他们来讲就不可靠，觉得就是不要求进步不可靠，所以我那档案没拿到广东去，其实应该拿到广东省委八办，八办就是安全厅，广东省安全厅，我不知道，当时我不懂啊，什么叫八办？报社就给那些香港文化驻内地办事处的主任呢、站长那些档案全拿到广东省八办，后来我入狱了。我才一点点明白了啊，他们是觉得咱们不可靠，因为咱确实不可靠，是不是？他才给那些放到安全厅下边控制，就共产党控制媒体啊。那么回到这篇文章，你从这篇文章看的就内斗是多么惨烈。他倒霉了，他倒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腐败，是因为他上太快了，习近平感到害怕呀。所以辽宁也好哈、啊，还是内蒙、西藏。凡是这非习家军这些领域的将来的年轻干部，你听我这句话吧，未来5年到10年将扫地出门，一个都不剩啊，否则习近平会感到不安全哈。那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文章啊，魏京生发言了，魏京生弹劾刘亚洲的案子啊，因为魏京生过去也是应该部队的，也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孩子啊，他爸爸也很厉害，所以他很了解部队呀、啊，他就讲什么呢？魏京生就讲到刘亚洲这事儿，他说最近亲共媒体放出消息说刘亚洲啊将被执行死刑缓期执行，说当然呢和这个习皇上啊习近平上台来扫除政敌的一贯做法一样是腐败案，本人没有腐败，
那就加上一个利用基金会收集财富的罪名。其实刘亚洲这个角色他贪不多少钱，因为他没有条件，他不像李尚父子管进枪炮子弹啊，进那些设施、飞机啊、舰艇啊、航母，那肯定有权儿。他这个能整多少钱？但习近平害怕，就是习近平为什么抓他？原因是什么？魏京生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说：“总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只要我乐意，整你没商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人人自危了啊！”他说刘亚洲将军是个军人中的文人，著作甚多，很受欢迎。无论在军中还是社会上，对无数粉丝儿。是个典型的儒将，说下手整这样的人要付出代价的，会让军中和社会上的人离心离德，甚至愤恨。正因为这样，所以现在到现在没公布嘛，反倒通过香港港媒先放出风来，看看怎么样。习近平在左右看看，把他整进去行不行？是，所以他放出风来了，到现在还没公布啊，没官宣呢。但是估计，走不回去了，搞这么大动静，啊。说习近平这样干就不担心吗？一定是有什么更重要的目标才会不顾一切下死手。我认为他的目标就准备打台湾啊，打仗要打仗了。说回过头来看刘亚洲方面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惹翻了这个独裁者呢？吹捧基督教没那么严重吧？说据说刘亚洲信教哈，说历史上的冯玉祥作为基督将军，对他的政治行为也没什么影响呀。说习近平的长辈们求签儿算命的也不是秘密，搞点时髦信个洋教，不至于，不见容于独裁者吧？究竟是什么把小习同志得罪这么深呢？魏京生是一口一个小习啊，他和我俩闲聊天讲习近平也是小习，这很有意思哈。说是我估计是他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试探，不仅仅是试探，啊，仅仅不过是试探，还没敢深入探讨。就已经让习近平就是揣测不安了啊，就让习近平啊忐忑不安的意思哈。习近平为了这个当永久的独裁者，这个企图实行的是军队私有化，军队国家化肯定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啊。他说有机会一定要铲除。于是呢，刘亚洲将军就撞到了小习同志的枪口上了。他这样哈。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实行就是军队国家化，军队国家化是保持这个社会稳定的支柱之一，啊，这个一旦军队忠于将领个人，这个社会便陷入了潜在的不稳定。魏京生讲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军队国家化，好像这个我不知道这他这可能是口述啊，口述一般是。"他的秘书整理的哈，准不准确？发展下去，要么是将领被清除，要么是社会陷入动乱，甚至政权被推翻，从头再来。南北朝、五代十国和汉末、唐末的大动荡时代就开始军队私有化啊。他说，习近平不读书，可能觉得军队成了他私家军，就可以避免历史的教训了，但这是不可能的。皇帝不是将军，军队不在国家手里。军人不再忠实于国家，就只能忠实于将军了。专制社会的环境跟政权的争夺可是残酷到，不论，父子、兄弟啊，甚至母子，怎么能保证对皇帝的忠心呢？这种这个设想啊，十分不可靠。历史的经验也证明它不可靠啊。魏京生讲说，所以军队国家化不单对民主政治，即使对专制政权也是必须的。一般来讲，如果你表述是，一般都是美国啊、加拿大这样的宪政民主啊、司法独立这样的国家里边，一般来讲，军队是国家化的啊。可把中国封建社会他们让国家化呀，是帝王化的，应该是吧？说毛的政府从内部被推翻，依靠的也是军队的翻盘，这和毛泽东丧失军队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军心自我，民心。不得民心的政权，自然失去军心。想依靠枪杆的镇压全国，短期内可能有效，最终只会失败，引起政局动荡。这就看是个在什么情况下了啊！如果是老百姓都造反了，军队就这么一二百万人，根本是杯水车薪的，是吧？大海的一个小浪花，你根本就被老百姓就淹没了。这要看是个，另外要看谁领导。
你看，习近平不是邓小平，人家邓小平领导军队是这么讲的，战场上叱咤风云啊，在军队里边的关系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而且经验丰富啊，这个，但是即便那样，还是出现了有人背叛了，对不对？不有一个将军嘛，是吧？这个不光是将军，那还靠杨白冰嘛，是吧？杨家给讲，习近平没有这掌控能力啊，如果再来二四六四啊，八成军队就分裂了。习近平也就能统，有可能就是其中的哪一个派支持他，搞不好就内战了啊！本人认为，这不是魏京生讲，这是我的观点啊。那么你看后边怎么讲？他说刘亚洲啊，深得老百姓的喜爱，不是因为他信仰了基督教、会写文章等等，重要是接受历史以来的教训，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主张。魏京生这篇文章最可取之处，就他认为，刘亚洲倒霉是倒霉在他提出了军队国家化这事啊。他说。现在年纪大的一点人呢，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看到了毛泽东的教训。幸好当时宫廷政变成功，避免一场社会大动荡啊。说毛泽东不承认他的社会政策失败，但他看到了军队里不满情绪的上升，整肃军队成为他保政权唯一的手段。结果军队就成为推翻他的政治的最后一根稻草了。说习近平正在走毛泽东老路啊，社会政策一塌糊涂，经济呢乏善可陈。整肃军队的就成了小溪最后一根稻草。我认为他在被习近平在部队里就靠张幼侠，因为张幼侠对习近平是完全忠诚的。为什么忠诚？他爸爸习仲勋就和这个张仲勋俩就铁哥们，他有这个叫世交。这种情况呢，不能延续下去了。假如这个张仲他这个老臣要死掉的话，我认为啊，习近平呢就够呛了，真的。也就是说，也张幼侠支持了。张幼侠一旦，因为张幼侠已经70多岁了，七老八十走不动了。有一天他拜拜了，那习近平可能是分分秒就完了。什么何卫东他都靠不住，何卫东是算什么在军队里边，肯定影响是极低的，否则他不可能提拔一个大白丁上来，说连十五大、连二大代表就都不是，说部队肯定是不稳的，必须承认。你看现在再不提李桥明了。李明桥、李桥明吧，还是李明桥啊？就不提了。为什么不提了？搞不好是不是也给逮起来了？就部队里面他不断的抓人啊，也就张永霞指使的。这个老臣呐、魏京生在最后讲，他说毛泽东依靠他在军队中的深厚根基和威信，也只能维持到他死前没人敢造反。说结果一死了不就完了吗？当时也是兵变，汪东兴他们是吧？叶剑英啊，这些人搞的啊，说习近平有这样的根基和威信吗？我怀疑，他整肃军队就和毛泽东一样了，就是逼着军队成为他的对立面。说现在国内外的局势不同于毛泽东时代，习近平还能维持到他自己死亡以后吗？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啊。我认为习近平从现在开始，他随时每一天都可能发生兵变，啊，而且这个将是非常的，非常突然就会发生啊。这说明什么？这个是必然的，因为什么？你军队是最难防的。你就看拿这个彭宰洲事儿来讲吧，谁都没想到，竟然忽然间出了一个彭宰洲，对不对？但是你能肯定军队当中没有彭宰洲？说不定军队也有这样的人，就叫两面人。你看彭宰洲大桥上面挂出横幅这件事儿，以前谁都没想到，对不对？他本来你说他是著名的异议人士也不是，维权人士也不是，上访也没看到他有他的身影，默默无闻一个人突然间干这么大的事儿，你想想，淡定从容不迫的啊，深思熟虑的走上大桥。你说他开车到大桥就展开那个大横幅得多长时间了？就写这个东西起码得一俩小时，这个字也大，对吧？他藏在什么地方？还摩托车带上去，完展开，还是一个人展开的？你得把这头挂上压上去，因为桥上什么都没有，你得找个事先整好，找俩大石头是吧？这头压下，那头再到那头压下来，风一吹它掉下来，你还固定好，这是一个。还有点起狼烟呢，他点起狼烟了，对吧？还得播放啊，播放声音，你看他录音他也播放出来。最最重要的什么呢？他还得找好角度，在什么位置上。还有一个，他得找一个人给他拍摄这人还得会翻墙，对不对？你像一般的人，他拍摄完了自消自灭，警察一抓，删掉就完了，谁不知道，对不对？他能你看传遍全世界，这绝对是个系统工程啊！你谁能想到有这么个人，对不对？那同样的军队当中没有吗？肯定是有啊！所以习近平吓死了啊！
说为什么西平这一次这个现在这么紧张？你看大乔这个事件确实完了以后，白纸革命，白纸革命又白发革命，对不对？一个一出接着一出，下一出呢，所以习近平很紧张啊，在这情况下，说是军队呀、啊、是个问题啊。你看习近平现在主抓着军队，一出来就是什么，整天就是两个缺地，两个维护，那就证明很多人不愿缺地，不愿维护他害怕。再不就是什么军队国家化，军委主席负责制，那就说明很多人不愿意再负责制，他在瞎忽悠。你看这里加拿大、美国什么时候讲特鲁多军队国家化？听特鲁多的，什么时候讲过要确立拜登为核心的？没有，用不着，是不是啊？所以习近平这个，这样讲，每天如履薄冰啊。那么，此外还有一点时间，就是，凤凰网发表了一篇文章啊，讲到什么呢？讲到这次岸田被刺啊，他说是竟然是，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啊，讲的这么件事儿。他说，本次岸田遇刺事件有许多蹊跷的地方，公开场合暗杀多使用枪械或者锐器，优势都是抵近。击杀准确快速，不能给目标或者警卫留下过多的反应时间，还可以减少无关人员附带的伤害啊。但这些特点啊，木村龙二似乎并不看重。就这个凶手啊，凶嫌被抓这个人说，木村使用的是另类爆炸物，投掷威力小，延时过长，刺杀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意思这是假的。说为什么这个假的呢？他说难以找到与岸田处于你死我活地步的政治对手，很难想象老谋深算的政客为了除掉政治对手，选择这种几乎注定不可能得手的行事方式。说政客遇刺会博得民众同情，所以呢，有政治势力想通过这种方式敲打岸田，可能性也同样低。这第二点，这第三点，重大的选举期间，政客为了谋求胜选，自导自演暗杀事件确有先例。他说他这次自己的苦肉计啊，是他自导的，为了选举。他说眼下日本正在进行统一地方选举，日本正在地方选举啊，个别的参议院补选，选情非常重要，但应该远未重要到岸田需要上演苦肉计的程度。这种戏码对于政治家而言只能上演一次，即便岸田当真有自导自演的意愿，也理应会选择更加关键的政治时机啊。啊，这是这篇文章内容提要。它的最后一点是排除上述可能性后啊，本次暗杀也许就是木村龙二的自发行为，就是木村龙二自己搞的。说岸田执政以来啊，民众对岸田多抱有不满，73%的日本民众对岸田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抱有期待，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他想到的或者说是做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公众关注和发声的机会。现在不清楚怎么回事，但是肯定发生这种刺杀事件了啊。所以这种言论属于一种揣测吧，啊，仅供大家参考。好，谢谢，再见。